的办公室不是搁咧装潢，迄有真侪粉尘诶，我会过敏啦。是放心啦，我甲阮哥交代过啊，伊会为着你哦，暂时停工。我伫厝内嘛会当办公室啊，上个一定爱去公司，就算讲一定爱去公司啦，我嘛会当用我的3D 虚拟立体投影应用。吼，你念几路你嘴都袂干哦？我是叫你去办公室选一个壁纸、地毯，还佮碰伊的花草，借口一大堆。你无想要去，你就讲啊。你若唔去做决定，阮哥的装潢是要安怎收尾啊？就莫收尾，一直装潢落去啊。就参照西班牙的上帝建筑师高地，伊伫咧巴塞隆纳的圣家堂，为1882年开始起，起到即马，人拢过身几百年啊，还佮你去，已经变作热门观光景点了。反正哦，我的办公室嘛会当比照办理，开始收门票，创造盛唐开发新的收益。林哥哥嘛免惊无头路，我嘛会当伫办公室轻松翘脚办公室。你讲安尼有道理无？有道理耶，一举三得，猛拿兼济裤啦。猛拿嘞，我看你是要摸鱼啦。你别少想啊！你的行程哦是我咧安排，你照行就对了。行。喂，啊恁想要创啥啦？你是唐永泉。不是啦，伊啊，伊才是唐永泉呐。你想要创啥？我袂。我管你想要创啥，你一定是帮我被派来。派什么？哪个人骗啊？我。你要怎么死？我。啊！啊！哎呀！吓死！阿全，呀！慢走啊！啊！哎！别冲啊！站着！走啊！哎！雪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跟你拼！你！啊！侬袂当开！想要吃蒜头，你的嘴有够臭的啦！你吃鹌鹑，无要配蒜头。你还是莫讲话好啊。出来，还是我今日人？
你们来的人是我，跟伊无关系，拜走。是不是会给人载去山顶种？啊，人是要安怎才好啊？这方文飞个性，真有可能把人提去海边做小捕快。我都已经出惊，你讲两句话，给我阿伟敢袂认真，搁要安尼继续给我吓惊？你别烦恼啦，你等一下就会当脱身啊。等一下若是一个月啊，我会把方文飞两个的家属统统给开，你要趁机会逃走，知影无？可能放你一个人啦！哎呀，你听话就好啦，莫烦恼我啦，我会找机会逃走啦。我手头开啊嘞，伊无把锁包好啦。佳少，那恁你嘛紧把我锁头开紧，紧。有够奇怪啦，哪会阁转来遮？这毋是头拄咱避的所在。不过啦，这现场哪会变到安尼啊？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袂当用老梗来对付你。我就听乔涵的建议，找两个临时演员来演这出戏，目的就是希望会当让你有一个永生难忘的惊喜。唐永泉，你是锅，我是盖；你是碗，我是筷。你是天，我是地；你是船，我是桨；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；你是牙膏，我是刷；你是哈密，我是瓜；我是泡米，你是浓；我是水，你是灰；我若是烟尘，你就是蒜头。是安怎我是蒜头？哎呀，这毋是重点嘛！那无，互你做烟尘嘛？
重点是，咱两个是绝配，秋生万啊！既然是命中注定，你娶我啦！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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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娶他，答应他，娶他，答应他，娶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好啦，你莫避暑啦，你去答应啊！我甲你保证，过十年了后，你绝对袂后悔你今仔做的决定。见啦。汤永泉，人来无去啊？敢是我目睭花去啊？这是什么黑科技啊？所以伊到底是有出现过无？哦，原来永泉一直在研究的，就是这款的把戏。3D 虚拟投影。汤永泉，你也出来啊？你是不是不够好和我创的？所以你嘛想要创电话？你已经出来啦，卖闹啊，让我替你挂手机。唐永泉根本真正就安尼闹跑？无可能啊！我查面子拢唔够，主动甲伊求婚，伊哪有唔同意的理由啊？啊，不过伊即摆人就无去啊。是啊，金心如，你敢会伤过有自信啊？静茹，今麦什么状况啊？甲伊抓回来！喂，你别个走啊啦！你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永远啊！哎，警察先生，出去了吗？亚九，哎，他要吹了。这唐永泉多好的哦，干嘛我不收家再造，满满一个你。刚才不是在遛马，看明狗跟陈神行遐尼远，早晚伊的性命予陈神看去。这世间上唯一真心爱我的人，就马一个。我一定要忍耐，继续给好人得到伊的信任，安尼我才有机会帮助马翻身。